没有五星级的招待，我知道来这里我手术不要来。名厨们出走到淳朴村庄，我有点惊讶。那就拜托。在这里我们要听话。他们备受考验，要我整条命啊！走开，很气啊！与村民们切磋厨艺。我不会，我不下山。刀法很好，因为是我的刀法。线上最真诚的心灵相见。啊，谢谢。名厨出走记2之重新出发，3月19号起，每逢星期一晚上8点。